好，累到请饭休息。好，开始。沦为旧朋友，呢个有字咧？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？呢个有字佢同咧一般嘅嗰个句子有少少唔同。佢嘅发力点系喺个有字上面，即系 middle of the sentence。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？佢个 follow through 咧系比较长啲，即系嗰个字咧喺后半部分是否有情深，其实系佢个 follow through 嚟噶，系 carry by。嗰、那個有字嘅動力，喂，好，再嚟一次，呢度嚇。做只貓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寵物，至少可愛迷人。和你不醜不睬，最終只會成為敵人。淪為舊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沒有心，只像閒人。若有空，難道有空可接吻？注定似過路人。后半部分唱的 exactly 就是你要定型的东西，即是说后半部分那个整个垂直的感觉是很清晰的，因为我一直都有注意着，是啦是啦，但是难